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用芦笋和培根简简单单做一道前菜。那笋呢，我们要买粗一点的，粗一点的笋好，做出来又好看又好吃。洗干净，去掉头刀。那第一刀去掉以后呢，这边还会有一点老，但是你也不要把它随意扔掉，外皮皮掉一层还是好用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切成段，那个一段一段的长度呢，要比培根宽一点。那如果培根这么宽，那你的长度就要这样宽，可以这样斜的下刀，那样长度就增加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用一段来比划比划，那差不多到这里就可以卷一个。那一条培根我们可以切成三段。那培根头上这一刀呢，相对来说比较肥，那如果家里有人吃的话呢，你就不头痛的，否则的话呢，你就放着留着熬油下面吃，超香的，或者做菜饭用都可以。就这样一根根卷起来就是了。你也可以用牙签穿起来，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，这样拿起来就比较方便。接着我们用一个深一点的平底锅，直接把培根芦笋放进去，因为等一会儿培根里面会出来好多油，所以你锅高一点，它防线就高一点，溅出来的油就会少一点。然后放的时候要留神，这个接口要朝下，否则它会散开来。就这样干煎，待会儿培根里会出来好多油。喜欢黑胡椒的话，这个时候可以撒一层。煎到两面金黄，这道菜就熟了。那这道菜呢，其实在夏天 barbecue 的时候很受欢迎的，也是这样的处理好，然后用竹签给它一根一根串起来烤。那现在我们离夏天还很远，如果你要吃的话，就这样在厨房用平底锅也能做出差不多的效果。好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